大家好，君子兰的叶片呢一直都是特别的挺拔，而且叶片呢也是特别的油绿的。但是如果在养护的过程中，大家发现这个君子兰的叶片呢，它突然变黄了，而且呢在它新长出来的叶片上会发现一些小黄点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呢这就是一种烂根的表现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君子兰根呢它是肉质根，那么肉质根呢在养护的过程中，如果浇水不当或是施肥不当，就特别容易造成它的根系受损然后腐烂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根系受损感染这个病菌啊，无法正常吸收水分和养分，叶片的话呢就会出现这个缺水缺氧的现象，然后就会发黄。特别是新叶它所对应这个根系呢特别比较幼嫩，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小黄点。那么在这种情况，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？这个时候肯定就是要给这个植株进行脱盆处理。我们将脱盆处理之后呢，最好把这些腐烂的根系啊修剪掉。修剪掉之后呢，我们还要注意给它进行这个杀菌消毒的工作，可以将这个多菌云稀释大概1000倍左右，然后呢将这个君子兰放进去浸泡大概15到30分钟左右，然后取出来晾干。等到这个伤口愈合了，这个根系呢晾到有点微微发软的情况了，我们再来给它进行重新栽种，最好就是换这个新的土壤来栽种。因为这旧土的话呢里面都含有大量的病菌，如果直接栽种的话呢会导致君子兰会继续的烂根。换上一些新的盆土之后再来栽种，后期只要浇水施肥得当，君子兰的话就不容易烂根，叶片的话也就不会再出现发黄的现象了。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大家在养护的过程中浇水一定要注意，不能够经常的积水，最好就是采用一个透与不透的这个相结合的浇水方法。然后施肥的时候呢，如果大家使用无机肥浓度把握不好，就最好使用这种有机叶肥，比如这种洗酸植物型有机营养液，然后定期使用，基本上就不会出现这个肥害，也就不会烂根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